第三首歌是慢的嘛？哎、欸，第三首是快的，都是快的。我第二首是慢歌啊，来啊，是我爱听的那一首。对，啊，来，我今晚上过了，来，对，慢歌词。好，安排这首《鲁林西迷人心》送给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真的是我的爱歌，而且也有一点感受到我的心情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